飯でもみんな踊りを踊っているよ。お鍋の中からインチキおじさんと、いつだって忘れないエジソンは偉い人。そんなの常識だったから、リラピシャラピシャラパッパパラパピシャラピシャラパッパパラパピシャラピシャラおへそがキラリだったからリラピシャラピシャラパッパパラパピシャラピシャラ踊るパパリピシャラピお腹が減ったよ。这些都是什么东西？快点整理好！我刚刚正想整理呢，妈妈。真是的，小丸子，你为什么总是改不掉到处乱扔东西的习惯？妈妈是多么辛苦，你知道吗？你怎么一点都不知道珍惜呢？用过的东西放回原来的位置，这对你来说真的很困难吗？如果是你来做家务的话，那我想这样皱纹会越来越多的。做什么面膜呀？如果他不生气的话，那就最护肤了。怎么样？明白了吗？啊，明白了。我妈妈现在应该已经把生气当成了她的爱好了啊！因为我妈妈她每天都要为这样或那样的事情生气，这如果不是爱好的话，那是什么啊？那难道不是因为小英每天都干些让她生气的事情吗？这也许也有可能吧。这是最主要的原因。等我长大了以后，绝对不想成为我妈妈那样容易生气的人。我要像百惠小姐那样一直微笑着，当一个可爱的妈妈。那是不可能的。为什么？那是因为龙生龙，凤生凤嘛，小孩会很像父母的。是啊，贝，小英也经常生气呢，贝。哎，你是说我在哪里呀？何年何月何日几分？前几天我和冰冰。你们两个不看路的。大猩猩一样呗。是啊是啊，大猩猩大猩猩。大猩猩，那天明明是你们不对吧？又生气了。又生气了呗。我根本就没有生气呀。你们这两个家伙不应该在走廊里跑来跑去的，下次可千万不要再这样了哟。现在装不生气也没用了。是啊呗，反正还会再生气的。我不会再生气了，我已经决定了，做一个无论发生什么事都不会生气的人。小丸子又说了不可能做到的事情啊！我无论如何都不想变成像妈妈那样的人，从今天开始，我绝对不生气。我觉得小丸子够呛啊，他只是说说而已吧。哼，你们这样小看我可是不行的，我说了不会生气，就是不会生气。要是生气了，就来玩惩罚游戏。惩罚游戏，绕着学校的操场跑个20圈怎么样？最好小英背着冰冰跑20圈呗。等等，为什么要这样？快看，已经生气了呗。没有啊。刚才是哪个同学？冰冰，刚才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哎，小丸子，你生气了吗？生气了吗？你不是想做不生气的人吗？呗，你们两个，是故意想惹我生气的吧？啊，生气了！生气了就要接受惩罚呗。哦，没，才没有呢，我才没有生气呢。
什么？我绝对不会因为这点小事而生气的。嗯，因为我心胸开阔。哈哈哈哈哈！小丸子非常勉强自己呀。话说爷爷，我平时很少看到你生气，为什么呢？为什么嘛？因为爷爷我是一个老人，老人是不经常生气的。哦，那么小丸子也想快点变成老人呢？你说什么？那是因为小丸子想变成遇到什么事都不生气、心胸开阔的人。我明白了，原来是这样。为什么老人就不会生气呢，爷爷？那是因为因有藏76岁，在过去的76年里，并非像小丸子说的那样没有发过火，活的时间长了，生气的事也有很多。可是现在，随着年纪越来越大，生气越来越少，也就是说，生气生腻了。生气腻了？是啊，生了太多气，所以现在已经生腻了。哎，那也就是说，如果现在生气腻了，将来就不会再生气了，是吗，爷爷？大概是吧。那快点，爷爷，惹小丸子生气吧，拜托了。你这话说的。快点快点，说点什么让小丸子生气的话吧，爷爷。让小丸子生气的话。笨蛋，不行，对着这么聪明可爱的小丸子实在是骂不出啊。想想还有什么别的。真是拿你没办法呀。爷爷，让我来给你做个示范吧。那么我开始说让爷爷生气的话了，可以吗？爷爷，你这个笨蛋混球小气鬼，老不死的爷爷，给我更多的零花钱，小气鬼。丸子原谅我吧，不要再说了，我错了。小丸子，你对爷爷做了什么？没什么，就是快点向爷爷道歉。又一次惹妈妈生气的小丸子。第二天，我走了。丸子，等一下。什么事啊，爷爷？把手伸出来。这是丑女，我在写明信片的时候做的。生气的时候你就看一下这个。好有趣的表情啊。早上好。早上好。你好。早上爷爷送了我一个礼物。大屁股大屁股。生气，我是无论如何都不会生气的。对了，爷爷给的丑女。这是什么笨？为什么要花在手上啊，笨？就是保佑我不生气的东西。保佑你不生气的东西。怎么这么快就消失了，笨？你在干什么？好好，放开我！生气了，他要接受惩罚了呗。惩罚游戏，快来背我。对，快来背我。对，小玉还是生气了，看来我根本就当不了不生气的人呢。丑女她好像在生气呀。就连你手上的丑女都对他们两个忍无可忍了，小丸子会生气也是很正常的吧。
谢小鱼。所以说，我们该生气的时候还是生气比较好。是啊，说的没错。妈妈每天都在生气。爷爷，帮忙防范教室。即使我离开了你们，我也会一直祈祷，希望你们幸福。我走了。老公。今天晚上的电视剧真不错呀，我都哭了。电视剧里那个演爸爸的人长得好帅呀，可是妈妈，为什么我爸爸不像电视剧里的那个爸爸那样帅啊？那是因为宏志是你爸爸呀。再来一瓶啤酒。话说回来，那个演爸爸的男演员不管演什么都很好啊。说得对，我特别喜欢那个男演员。哎呀，妈妈也喜欢，我也很喜欢，演得真好啊，真是个好演员呢。啊，那个演员呢，年轻的时候有人说我和他长得很像。啊？哎，怎么了？我是说我年轻的时候和他长得很像。哎，算了算了。好了，奶奶，爷爷刚才只是在跟我们开玩笑呢，对吧，爷爷？我说的是真的。就是开玩笑的。对不起，我刚刚应该笑的。可是我真的是听人说过一次，说我们俩的眉毛长得好像呢。只有一次，当时那个人无疑是在逗你。第二天，你是说儿童防范教室？是啊，主要是为了保护小孩远离危险，所以街道才举办了这个活动。我觉得非常不错。真是很有意义啊。没错呀。所以我们希望老人会的各位都能为这次活动出一份力。好的好的，没问题。只要我们力所能及的，我们一定会帮忙的。不，你在听什么呀？啊，小丸子，你看看这个。儿童防范教室。是的，这是传单。本周日举办，小丸子，你一定要来参加哦。这次我们会学习如何规避危险。哎，学习？我好不容易才熬到星期天，为什么你们又要我去学习呀？不去不去了。啊，可是我星期天有点事情。哎呀，好可惜啊。我们会给来参加的小孩子发礼物和零食呢。零食？免费的零食吗？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呢？啊，我会去的，会去会去。小孩子抵挡不住吃零食的诱惑。那我等你啊，代我向爷爷问好，再见。向爷爷问好？儿童防范教室。哦，对了对了，三松屋伯伯让我带他向爷爷问好呢。向爷爷问好？爷爷是不是有什么事啊？也没什么事了，我们老人会帮忙搞个活动。原来是这样啊，是帮忙要做接待吗？是吧。看来老人会也是个辛苦的地方啊。姐姐也一起去吧，说是会发礼物还有零食。哎，那么我也去吧。老人会现在一定缺少人手吧？那我也去。不用不用，奶奶就不用来了。哎，主要是老人会又没请你来帮忙什么的。看来你好像非常不希望我去啊，爷爷。没有这回事，我绝对没那意思。明白了，请你一定要来呀。人在惊慌失措的时候，往往语无伦次。星期天，那个，能不能麻烦你请别人来代替我呀？事到如今，我很难办呀。不是说好了冰奇先生和殷先生两位来做的吗？还是让年轻的人来吧。我觉得冰奇先生他肯定也是这样想的。两位早上好啊。
宾奇先生为什么带了这么多行李啊？我今天可是带了很多东西。宾奇先生，您真是太积极了。那么，英先生，你也按计划来吧，拜托喽。哎呀，你看，今天来了好多人啊！大家都是为了吃零食的吧？说的真是赤裸裸呀！爷爷他应该已经来了吧？我怎么没有看到他呢？我想他大概在帮忙做事吧。接待处也没有看到爷爷，难道爷爷是负责发零食的？如果是那样的话，我就可以多拿一点了。你怎么总是想这些丢脸的事情啊？哎呦，你们好！你好啊！你好啊！叔叔，我已经如约来了。谢谢你，丸子。如果缺少人手的话，我可以帮忙。啊，不用不用，你们家的英先生今天已经帮我们做了非常多的事情了。那个爷爷到底是帮忙做什么事情啊？哎呀，帮了我大忙了，差不多马上就要开始了。冰冰。哦，啊，是小英啊！你们好。你好啊。喂喂，为了零食来的吧？这个嘛，不过也是为了看我爷爷。哎，冰冰的爷爷也来了，我爷爷今天也在这里呢。我爷爷到底在忙着做什么呢？他带着很大的行李一大早就出门了，可是我到现在都没有找到他。我从进门开始也没有看到我爷爷。大家好，欢迎大家今天抽空来参加儿童防范教室。哦，开始了。为了能够更好地保护大家的生命安全，希望大家今天在这里好好学习。快发零食。零食等到大家回家的时候作为礼物发啊。真是一个不害羞的小家伙，脑子里竟然只想着零食，真是的。你不也是吗？现在请大家看幻灯片。如果遇到像这样不认识的人跟你打招呼，叫你上车，千万不能上车，他有可能是个人贩子。小孩子被劝喝酒或吸烟，千万不能答应。烟和酒对小孩有非常可怕的害处，千万要记住啊。怎么样啊？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都记清楚了没有？嗯。大家如果被坏人引诱去做坏事，一定要拒绝他们。好，非常好，那就请出一个小朋友做代表，看看他能不能做到呢？请举手。我。好，就你吧。哎，太好了，拜托你了。这个声音是。小兄弟，跟我们一起玩怎么样？是爷爷，果然是爷爷。反响不错，反响热烈哦，冰淇先生。嘿，现在和我去 party 玩吧。瞧，这是给你的零食。我不要。不要客气。这是我刚刚从那家店里偷偷拿来的酱。这是在表演吗？表演？那为什么还要酱酱的？爷爷演的是年轻人。爷爷说的过来帮忙，原来指的是这个。这里还有更多酱，全都不要钱了。瞧，全给你。冰淇先生，快说点什么吧。冰淇，叫我名字干什么？我才不要呢！不要一起玩，我要回家了。哦，很坚定啊，枪。那没办法了，走吧，枪。小男孩，好样的，枪。奶奶，你怎么了？
那个那一瞬间他的眉毛。眉毛？大概是我眼花了，是我眼花了。啊？好，去爬了，回家了。好了，现在我们回家吧。哦，爷爷，爷爷，你真是吓了我一跳。我一开始没想到你们会来看。辛苦了，爷爷。和奶奶的交流一切尽在不言中，让有藏不由得高兴了起来。一样的衣服想和什么样的人一起穿呢？喜欢的人吗？还是兄弟姐妹？我是绝对不会和姐姐一起穿的，会欺负人的坏姐姐，如果有人想要随时拿去吧。下一集樱桃小丸子讲的是小丸子把姐姐借出去和小丸子快乐又害羞的情侣装，敬请期待哟。巴呀巴巴巴巴呀巴巴巴呀巴呀，哎呀呀，开大不了去灵矿，找一道黑